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aco。 那近几年来，随着轻档车市场逐渐白热化，各大车厂对于所谓的入门仿赛可谓是下足了功夫哦。各种高端配备都逐渐下放到这些轻档车上面。除了要博人眼球之外呢，也让刚踏入的新手拥有更好的体验感。那我今天要介绍的就是 Yamaha 的 R15 V4N。啊，我敢说，它绝对是这个集具的天花板啊，完全没有对手，好不好？那这台 R15N 骑起来到底如何 ？V3 升级到 V4， 在动力不变的情况下，为何我还能给予它如此高的评价呢？就让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吧。首先，外观方面啊，车头的部分是使用 YZF 的全新家族风格，没错，就是大家所说的口球。那造型呢是效仿了自家大哥 YZF R7 的样式，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设计啊，除了外观上和我的审美相符之外，它也节省了大灯空间，因为中间这个冲压进气口只是一个造型而已，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作用，所以呢在这里摆一颗头灯呢，我觉得刚刚好。那这里我也要特别说一下， R15 和 R7 的造型虽然看似相同，但你凑进去看会发现他们的面容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，这就是我觉得 Yamaha 厉害的地方啊。虽然都长得差不多，但你第一眼看上去还是能分辨出哪一台是哪一台啊，就不会像一些厂牌的车系啊，一排摆在那边你根本就不知道谁是谁。那不过这也只是我的想法啦，有可能你还是觉得他们都长一样，对，那你是怎么想呢？欢迎在下面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哦。头灯的部分是采用投射式的 LED 鱼眼大灯，那近灯和远灯都是整合在同一颗球里面，在外围的两侧也有 R6、R7 那样颇有杀气的灯条，外形上非常凶猛。那照明亮度呢？投射式的鱼眼灯具完全没问题。虽然没有拍到夜间画面，不过夜晚的照明亮度非常不错，夜间行驶在道路上也完全 OK， 一般日常使用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再来，车体侧面的造型由车头往后延伸，使用了比 V3 更为简约的线条，外观上就没有 V3 那么有层次感，而是变得比较平滑一点，但还是不影响它的帅气程度啦，和车头搭配起来非常的一体。加上 R15N 这个厂队涂装版本哦，原本在图片上觉得还好，毕竟出过那么多次了嘛，但实际看到车之后呢，还是一个字，帅啊。往上看，油箱造型相较上一代的 V3、V4 变得稍微圆润一点，但依旧宽大饱满且好夹齿。前方也保留了大家最喜欢的进气口设计，而且 logo 的地方还是选用特殊的金色样式哦，真的是有把 M 版的高贵感给呈现出来。那一直以来呢，我就非常喜欢 R15 的外观，从 V3 比较锐利一点，到现在 V4 变得更圆润哦，我都觉得非常好看。R15 的造型，说真的，我觉得是没什么好挑剔的啦。接着尾部的部分是向后延伸并上翘的造型，这一代也保留了战斗气息满满的家族风格，并且把整个造型稍微修饰了一下，让它更贴近 R1 的样式。有没有看到这个镂空的造型啊？真的是香啊！尾灯的部分是使用 LED 灯具，和 V3 上的尾灯是完全同一颗，一条线，简单利落，辨识度不错 ，LED 的亮度也 OK。方向灯的部分就比较可惜，原厂还是沿用了传统的卤素灯泡，面积蛮大，辨识度不错。但我相信很多人之后都会改成 LED 啊，像这台车的车主就把前后都改成了 LED， 不仅让整体更流线，也让整个辨识度又更上了一层了哦。不过以原厂来说，灯具的部分还是可以令人满意的。仪表方面是使用 LCD 的液晶仪表，样式又更贴近了自家老大哥 R1， 我觉得还不错看，有档位、转速、时间、时速、油量以及里程。下方这边呢，则是能显示油耗、TCS 开关、水温、温度以及赛道模式等等。那进入赛道模式时呢，转速会从6000转之后才开始显示，下方也可以记录你的单圈成绩。
那这颗仪表也能透过蓝牙连接到专用的手机 APP， 这样有来电或讯息时，仪表也会亮灯提醒。但我有问过车主啊，由于这是印度的 APP， 所以也不是什么功能都可以用，加上操作起来也没有那么直观，所以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，好不好？平时真的用不太到。那仪表判读起来还 OK， 在大太阳底下会有一点点看不清楚，不过还是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，日常使用应该没问题。仪表的部分，个人觉得功能很多，赞啊！坐高方面，这台车的坐高是 815mm 啊，我的好邻居身高是 173， 几乎可以平踩。由于它是单缸车，车底不宽啊，整备重量也只有142公斤，但在轻档车中，它还是算比较高的坐高。所以如果你是刚接触的新手，或是体型比较娇小的骑士，我建议你多习惯一下，熟悉这个坐高之后再上路，也让安全多一份保障。椅垫的部分，个人乘坐感不错，长时间骑乘没问题，但由于它的把手位置比较下面，所以姿势比较趴，骑久了可能还是会腰酸啊。后座的部分虽然面积还行，蛮大的，但和前方椅垫有一个蛮大的断差，所以双载的舒适性肯定不会好到哪去。老样子，如果有双载需求的话，建议还是隔壁的 NT15 吧。排气管的部分造型是从侧边延伸出来的样式，那说实在的，我比较喜欢上一代 V3 的外观， V4 有点太过圆润了，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啊，因为车主已经改了这个 Sakura 樱花管了，好不好？样式我觉得挺好看的，短管更利落之外，尾巴的出口还有类似 GP 的蜂巢造型，真的赞啊。声浪的部分呢，有一些用眼睛听声音的人呢，一定觉得很炸哦！你他妈是不是扰民哦？我跟大家说，完全不会，它只比原厂大声一点点而已，而且完全不会炸跟吵。反之呢，是低沉饱满，好听啊！这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。在进入动态之前呢，我想为大家推荐位于新北市的63 Motor Wash， 它是一个万能的洗车厂。怎么说呢？不管你今天是要洗车、洗链条、拆坐垫、换机油、投资理财、爱情咨询，那边通通都有，而且还是挡车友善洗车厂，前后驻车架、洗轮框没烦恼。欢迎喜欢自己洗车或想认识一些朋友或车友的人，那边真的很好玩啊，而且你什么都不用带，除了钱啊，车跟人去就好。那地址我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，老样子说看我影片剧的可能会有小礼物哦，有兴趣的欢迎去看看啦。讲了那么多，这台车骑起来是什么感觉呢？采用水冷四行程单缸引擎和 VVA 可变气门技术，排气量 155cc， 最大马力 18.4匹，1万转，最大扭力 1.4 公斤米 8500 转，使用了 Yamaha 的 VVA 可变气门技术，相信这个我就不必多说了吧。我在之前的 R15V3 和 NT15 的影片都有提到，那简而言之呢，就是它能在整个转速区段内都维持不错的动力，所以即便马力的爆发点呢设定是在1万转，但在中低速时还是能给你提供不错的动力。和 GSX R150 相比，高转的爆发力虽然不会到那么强，但是我觉得 R15 的动力曲线会更适合新手。充沛的起步反应和较为线性的动力输出，对于刚接触挡车的新手是更友善且更容易上手的。那除此之外， R15V4 也有搭载滑动式离合器，让我们平时在变换档位上也有更大的容错率。再搭配 Yamaha 的 Dealbox 车架以及铝合金的 OE 摇臂哦，整台车无论是在重量或是刚性上都有不错的表现。单缸引擎的震动也抑制得很好。那这次介绍的 R15N 呢，还有搭载 QSS 进档快排，虽然用起来没有到那么顺畅，但是也真的没什么好挑剔的啊。
总之呢，这次 R15N 的配备哦，真的是远超同级距。如果你是偏爱轻档车这一块的话，建议你一定要来试试，因为它真的是太无情啦。油箱容量11公升，油耗因人而异。这一代好像没有 BlueCo 引擎，当天测试下来1公升是30公里啦，不知道是我骑得太嗨还是怎样，但我觉得还是可以在一个能接受的范围内啊。汽油原厂只是建议加92，油耗这方面我个人觉得还算 OK 啦。前悬吊是使用 KYB 的 37mm 倒立式前叉，后悬吊只是多连杆中置单枪后避震。这组悬吊相较上一代前叉强化的阻尼和弹簧，支撑性还不错，在山道上小热血回馈感非常好。后悬吊的部分就还 OK， 稳定性与舒适性都不错，再配上环抱车架与铝合金的 OE 摇臂哦，整个在弯中的稳定性是非常好的，到山路上要小热血一下真的是可以玩得很过瘾。悬吊的部分以原厂来说，我个人觉得非常满意。卡钳的部分，前轮是使用单向双活塞卡钳，配上282mm 碟盘，后轮则是单向单活塞卡钳，配上220mm 碟盘，前后都有配备 ABS 的防锁死刹车系统。那这组刹车手感普通，平日使用还堪用，但骑这种车你有可能慢慢骑吗？所以只要速度一拉上来哦，整个刹车按下去是非常无力的啊，刹不住。那今天如果你只是顺顺骑的话，那就真的堪用而已。但如果你会上山热血一下的话，自动的部分我觉得就必须升级一下喽。总结来说 ，R15V4 真的是太强了。新一代在动力不变的情况下，依旧让我有一种升级的感觉。新搭载的电子配备、快排和循迹，原本以为只是搞话题噱头而已，但实际骑乘之后，它确实带给我很好的感受。R15这台车原本就是以仿赛运动化的取向去设定，比较低趴的扒手、较好的车架及悬吊，再加上这些新的电子配备，让本就拥有良好操控特性的 R15又更上了一层楼。它绝对是白牌挡车中介的霸主啊！完全没有对手。今天如果你是刚入门的新手，想找一台挡车，喜欢上山热血又喜欢防晒外观的话，那不要怀疑 ，R15 就对了，它绝对会让你非常满意。那如果你不是这种人，平时只通勤喜欢顺顺骑的话，那你应该比较适合 CBR150R， 但我还是会推荐你可以来骑骑看 R15， 租个车体验一下这台150级距的天花板，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感受也说不定哦。这次所介绍的 R15V4， 它有分成一般版和 M 版，我所骑乘的这台就是 M 版了，当初的售价约为 15.3 万，那一般版的售价约为 14.8 万。那他们的差别我有做一个表格哦，在这边有兴趣的可以看看。那如果你问我买哪个版本比较好呢，我是觉得都可以啦。有预算的话当然可以买 M 版，没有的话我觉得一般版也 OK。这些配备有了一定更好更爽，但没有的话我也觉得没差啦。那这部分就要大家自己去决定咯，不过现在应该也没有现车可以买，因为这台车实在是太火了。全世界都在抢订单，之后可能也会涨价，所以有想购买的人呢，可能要多一点耐心来等待喽。好啦，以上就是这次 R15V4 的介绍。如果你对这台车还有什么疑问，或是有哪些讲错地方的话，都欢迎在下面留言。那之后应该也会分享一些 V4 的改装啊，有兴趣的记得订阅，好不好？那想看更多可以追踪阿G，我是 Taco， 我们下部影片见喽，拜。